佤邦位于缅甸联邦共和国东北部，它由南北两大部分地域构成，因阿瓦山地区及周边区域多分布并世居着佤族而得名。全邦土地覆盖幅阔总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人口60多万，其中北部地区属高寒山区，与中国云南省的耿马、沧源、澜沧、西蒙、孟连、勐海等县交界或相邻，边境线长达500多公里，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南部地区属浅山丘陵区和坝子地，分别与缅甸联邦政府及泰国等地接壤，边境线长达300多公里，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佤邦是一个多种民族聚居的地区，与中国云南省同属跨境民族，是全球佤族之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民风淳朴，人民勤劳，在这片神奇秀美的土地上居住着有佤族、傣族、拉祜族、汉族、阿卡族、阿克族、克钦族、傈僳族、苗族、县境族、恩族、老咩族、布朗族、布欧族、崩龙族、彝族、回族、本图满、缅族等18种民族，其中佤族约占全邦总人口的70%左右，18个民族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共同生产生活劳动，团结一心，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历史上他们为捍卫家园，反击外来入侵者，为争取民族平等、百姓安居乐业，不停地去抗争、去努力，曾经付出了无数各民族优秀儿女的鲜血和生命，但这最基本的目标却从未实现。1988年12月20日，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代表着佤山各族人民利益的佤邦联合党光荣诞生。1989年4月17日，佤邦联合党主动脱离缅共，高举义旗，正式开启了佤邦和平建设与发展的伟大征程。尽管这征程中之路布满荆棘，充满坎坷，但勇往直前的佤邦儿女也从此永远记住了。佤邦联合党的生日是每年12月20日，佤邦和平建设纪念日为每年的4月17日。生于艰辛，立于拼搏，成于奋斗，兴于务实。1989年至2019年，这也是佤邦儿女永远会铭记着的时代。这期间，在佤邦联合党的领导下，全邦各民族兄弟姐妹及广大军民手挽手、肩并肩，披荆斩棘地沿着佤邦联合党制定的方针、路线及策略，经过种种努力，才为家乡的和平、为家园的繁荣昌盛谱写出了辉煌壮丽的新篇章。
三十年风云激荡，三十年星移斗转，三十年砥砺耕耘，三十年沧桑巨变。三十年的历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能算是一刹那。然而，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的三十年，佤邦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却是让佤邦人无比自豪幸福，令外界震撼惊奇。三十年以来，在联合党的英明领导下，佤邦地区连续三十年成为全缅唯一没有战争和政治动荡发生的和平地区，而佤邦这张名片已成为全缅地区最具发展潜力、最具投资前景、最具区域带动力之响亮称号。德政贵在厚民。三十年以来，全邦居民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佤邦政府也不断加大对民生项目和文化、教育、卫生、城建、交通等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精心描绘佤山儿女永久幸福生活的锦绣蓝图。特别是在联合党中央七年计划实施以来，全邦共实施道路修筑，包括沥青路面铺修、城建工作、移民搬迁等各类重大民生项目多项。三十年以来，佤邦联合党高度重视民族工作，不断巩固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团结发展的新局面。佤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佤族，各民族谁也离不开的民族团结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全邦各族群众相亲相爱，水乳交融，居民团结，一家亲。三十年以来，特别是近几年，面对严峻的艰巨形势和种种不利因素，在联合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党中央领导班子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发挥着集体力量的政治智慧，精诚团结，带领全邦各族军民万众一心，逆势而上，攻坚克难，再创辉煌。一面旗帜历经风雨愈加鲜艳，一支队伍久经磨练斗志弥坚。2018年联合党中央七年计划的攻坚之年，这一年佤邦各级政府和全邦各族军民共同遵照着联合党中央的两会指示，认真落实佤邦政府2018至2019年工作目标的工作思路，沿着巩固成果、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开创，以确保如期实现联合党中央制定的宏伟目标。
30年的高瞻远瞩，联合党中央旗帜鲜明指方向，30年的瓦山巨变，瓦邦居民宋党恩歌喉更嘹亮，30年的风雨兼程，瓦邦各项事业的建设发展有着道不完的壮丽辉煌。今天的瓦邦正在将瓦民族品牌擦亮，30年是一种经验的沉淀，30年是一种基石的夯实，30年坚持，30年专注，30载栉风沐雨，铸就今日辉煌。2019年4月17日，全邦各族人民将迎来和平建设30周年大庆的盛典。30载春华秋实，收获累累硕果，30年见证了昨日的栉风沐雨，30年守望着明天的灿烂辉煌。旗帜决定方向，道路决定命运，只要有我们联合党的领导，瓦邦居民走自己的路，就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对于未来，全邦居民有理由坚信，瓦邦联合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成功和荣耀。站在这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未来，瓦邦60万各族儿女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为了历史的重托，为了民族的希望，为了明天的辉煌，全邦各族军民将继续紧密地团结在以鲍有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地遵循党中央所制定的坚持和平路线为核心的方针政策，以更加振奋的精神，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积极投身于瓦邦和平建设当中，为瓦邦的建设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他从瓦山走来，迁徙流转，生生不息。他向未来走去，豪情满怀。